哎，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士林王先生的工作室，我们今天要做一座生态水草缸，四尺的。做生态水草缸，从接到订单起，准备周期约需要30天。为什么呢？从客制的鱼缸黑胶制作，到生态过滤系统都是手工，加上硬体测试 ，OK， 鱼虾水草的备料完成后，约客人方便的日期到府施工。现在这是设缸一个月后的状况，不用换水，不用搬缸，永续环保的懒人生态水草缸。水草姿态优美，色泽漂亮，鱼虾健康。我是只说实话的袁叔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水草界的秘密。